委员好。早。首先，我们谈这个整个司法改革啊。是。今年是司法改革十周年嘛？对。来，1999的时候刚好十周年嘛。没错。所以是正好来检视整个司法院，尤其新的院长这两年的表现，以及司法改革回首十年的时候，看这条路走得怎么样。好。那我个人认为哈，在今年司法改革以后，这是七月份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主办的嘛，里面一定有很多学者专家提出很多司法改革意见，在讨论，但是呢这些意见有没有陈述，有没有回到整个司法院，有没有想做什么作为，乃至于修法，我是不清楚。这是第一点，到底这些学者专家提出意见，你是想要你哪对有什么较好？你认为应该从啊？你起码定着手来处理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啊，第二个问题，可是我看来，七月以后到你们到十月份，啊，就提出了这个诉讼投诉侦查法哈，投诉审判法，你要提出这个，唯一的就是提出这个东西。按提出来以后，反对意见搁汉侪着。哎，都要讲，虽然讲你有八场讲听会啦，这讲八场，不是讲多也无多啊，讲少也讲袂使讲，讲也嘛有咧多啊，吼、哦。那头点我拄仔问你问题，你先记吼。第二点讲，刊报纸，喊你去刊报纸是钱伤多，这报纸刊的效果是安怎？老百姓敢看有？就是讲讲，你讲伊传统，后即马在缩，大家感觉拢爱缩啦。但是你的整个法里面。对妥事部分的处理是都没有，而且有些是违背的。好，所以请教秘书长，你自己感觉怎么样？十年的司法回顾、司法改革的回顾，过去我在这个地方也和杨仁寿前秘书长叠加建这个法院组织法，啊，后来大凡事件都没有用的，大凡事件从此破功。所以你良心讲哦。今年七月吼，遐好像专家提出什么意见出来，有什么应该改，啊，你认为应该按哪做，啊，你怎么做按怎？好，先讲这点嘛吼。好，那个谢谢柯委员给我这个时间哦。十年前司法改革会议呢，正好我个人也参与，是十年前的七月应该是6号到8号，我可能记错了哈。七月六号到八号三天，那达成的这些共识，当时我虽然是在法务部了。但是达成的这些共识，大部分司法院呢，我假使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74项还是75项，司法院完整的已经有54项。哦，这个我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没办法一一列举，没有办法达成的其中的19项，约略大部分是立法的问题了哈，就是立法。我举例呢，比如说有关司法组织再造的7个法，包括司法院组织法。包括大法官案件审理法，包括公务员惩戒法等等，总共有7个法。那是因为我不好说是大院的关系，因为刑事诉讼法，刑事诉讼法2、3审的诉讼，对，二三审的诉讼制度、啊。那其他呢，有一些大概都是立法的问题了哈、啊。那我不认为呢，完全是大院的问题。我认为十年前的司法改革，我认为是法务和司法院的问题啊，不是十年前的司法改革会议呢。当时有一些委员现在已经不当委员了，在当时的改革会议最终的一场，他就有起来说明，这个将来你们还是要送到我立法院来，我们呢不再跟这里辩书，讲得非常清楚，我当时在场。其实这个是结构性的问题，比较难，我不能够说结构性问题啊，我就是说问一说啊，那因为当时的背景跟现在时空有一些不同，有一些其实是可以检讨，没有做到的不能够说司法院不努力的，我必须要这样表达。那当然这个牵涉到 那有共识的做了，因为当时法务部跟司法院其实是有蛮分歧的，但是立法委员也不全支持那个共识。我们在座的呢，包括司法官当时也在场，那其他呢还有一项是行政机关的建构一个国际级的建设机构，这个目前呢我们也再提出来，那行政院也希望说能够建构一个，因为建设机构假使做得好的话，那诉讼制度会比较快速。秘书长，那么是我现在是我们简单时间有限了哈、哦、是我就只能很大体的讨论一些事情。
十年过去，今年提出来的问题，吼、哦，到有恁想法，会当处理无？其实有一些现在也在也送到大院来了哈。我报告的是，像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了哈，像法官法了，像那个司法院组织法，法官法还没送了，法官法还在会审，司法院组织法，那刑事诉讼制度。其实事实上，你做够这样讲哟，法官法跟刑事诉讼法，要跟那些案嘛息息相关。包括法务部在法务部在十四条诉讼规则，他就讲的也点得很清楚嘛，啊，哦，刑事诉讼的问题吧，叫法官的问题吧，哦，跟委员报告哈，哦，以这十年的经验，假使整体这样，我是希望假使整体这样，在十年也过不了了，说真的，希望哎呀，大家哈，哦，当然这个牵涉到立法院，法务部也是欢迎啊，啊，包括民间团体加学者专家，这种呢。从而意见一致，也是一个大工程啊。那基本上只要站两个人权公允公布，站在人权的角度上去看待一些法案的时候，市场很多问题你观念可以迎刃而解的。但大家不要本位主义啊。是。啊，哦，所以说对于整个司法改革十年哈，坦白讲，我认为就是说，这个十年历程中，坦白讲，我说虽然不是在这方面很内行的人，但是我冷静旁观的这个过程中，我自己也亲身在这个过程中。柯委员非常内行啊，哦，柯委员你的这个版本呢，啊，有一些我们可以接受，像说柯委员要免诉，我们也可以支持啊。我这里面比较重要就是我们也可以支持。我觉得柯委员是很深入啊。检察官第一审、二审判决无罪，检察官要上诉的部分，等一下那个毫不和意见完全是不一样 啊。这个我们柯委员跟柯委员的版本是一致的。我让卡到底来见到不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说大家有最大的共识，就先让他上路嘛，哦，这样改革才能够进行。黄市长可以接受吧？哦，不，我们有大共识的部分，大家让各位公听掉意外哈。这起码这法一样，刚那种只有树没有妥，好，哦，只有妥是，但是不是妥是，是妥协，这 是治标。不是治本，就像学者就可以定义得很清楚了。所以这个部分哦，所以要重新按来，整个重新如何架构哈，让人家感觉是技术也是很妥的哈。否则的话，这个不是妥术了，这个是妥协的版本哈。那回归过来，还要谈到一个整体的问题比较重要，因为整个司法改革整体的问题，包括陆地都要讲了嘛。二三审的那个制度的问题吧，哦，三审是很严格的法医审，二审是细审，哦，因为他长官动作各做一遍，啊，这司法官养成非常不容易，啊，大家都顶，因为代表电影，大家只能用百几件，哦，整个拢要百几件，真正百几件，拢冲袂去嘛，所以要很多面向来考虑这个问题，啊。有逐渐改善，我们这两年逐步增加，啊。我们对于给司法的资源的预算，对，我想立法院不会吝啬的。你们到你预算也独立篇嘛，包括行政院来讲的话，他也不会给你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这几年司法预算在立法院里面，凭良心讲了，支持度是很高的，他不什么物件了。因为法官在，所以那整体来讲，不，咱也是好法官一挂资源，交一挂哈，交一挂预算，让法官能力充沛一点，让他的压力不能这么大。啊，当然这个是第一个工作面要给他解决。但是呢，同样的，要整个这个大环境，我包括检察官啊，检察官很重要，检察官唔能我被起诉，正式由加入蓝绿嘛，哈，哦，然后侦查也不是有非常讲究证据，这一部分的缺失也要去处理，检察官这部分爱处理吧，啊，法务员蛮爱处理，李长信就爱处理啊，跟委员报告，我们人力补充这两年增加了不少人，这个要感谢大院的支持啊，谢谢。所以整个东西哈，哦，坦白讲啊，哦，这个还有法官退场机制，这么法官法，你从前大家刚刚这法官福利法，怎么在从法官退场机制呀？所以检察官拢哎，拢有早甲讲，哎，这个法官法真是法官福利法，怎么不让他通过？他说这个都不对啊，哦。法官退场机制要怎么出来？有啊，那所有的面向。这样的一个很妥适安排铺陈以及改革的话，在这样质疑的时候，市场就借法了不一定需要的，哦，啊，这些法要修应该是刑事诉讼法，应该法官法啊，同步来修比较妥适啊。
所以整个来讲的话，办案人员的素质等等哈，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。所以本席在这里认为，就是说，为什么哦？刚才在讲说，这个法你当熊给大概，既然法务部和立法院的版本和司法院版本三个都是不一样啊，尤其严重者，你这个总共十四条，大部分都性质性的条款，这个有关系条款，后部拢改无共款，第六、第九、十一、十四拢改无共款，啊，这个要怎么搞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我认为还是哈、我在这里讲说，即便流浪法院三十年，这些一营当押回案这些人哈、有这个法的话，一直在炸了一关嘛。刚才不这法，一个当跟十四，然后跟十四才判无罪。那个是图利罪构成要件变更了、所以这一点我们先提出这样的看法。我请那个黄次长。先请黄次长。各位好，我知道你们对有四个条文哈，你们在公听会上面甚至用在这个记录上都有啊，用文字显现出来，你们对这几个条文上面的不同意见嘛？啊，不会有不同意见，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，是让理解。我希望你咱这整个这法律环境面哈，检察官扮演真重要角色啊，检察官起诉唔当，我袂起诉，好，检察官俺人爱认真。检察官不要介入政治，好，包括这次选举，这个上个月选举，事实上检察官都是有任务的、大家都知道谁在买票，结果都没有抓，结果抓谁，大家都很清楚。所以在这里，当然我先请教一个问题，你也非常赞成刑事诉讼法来修嘛，好不好？对。啊，因为叫后部修讨论者，不要叫司法院修讨论者。有，我们有讨论。好。是。我希望就是说，本席也提出刑事诉讼法，但是一直我们因为招委都是国民党哈，当国民党当看法务部的脸色啦，啊，都不排入审查啦。那刑事诉讼法里面和法务部和司法院之间不同意见哈，你们赶快去处理啊！因为你们现在两兆都在这里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送到立法院来。我一再跟委报告，我一再跟你能一瞧。哦，就是说诉讼的架构啊，金字塔型的诉讼架构就很变化了，赶快建立。这是一部分，刑事诉讼的电话够金的部分，包括纪要啊、故啊下面哈，还有那个101条等等，还很多啦。这一部分是大家所最在意的。好、我们不只是说这个诉讼架构金字塔型或是圆筒型的，圆筒改金字塔型，这个都是可以接受的。对。但是另外一部分，对于人权保障部分呢、我也是一再的逼这个谢秘书长，一直逼司法院说啊，赶快，跟王部长谈过嘛。但是我认为你是比较核心的灵魂人物啦，那希望你也看好了，那刑事诉讼法你们跟法务部现在有没有在讨论啊？有，我们检察室跟刑事厅啊，经常在接触在谈。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啊？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完成？啊？所以这一部分我希望说大家放弃本位主义。事实上，你在这里面的四条意见也蛮本位的啊，我也不见得认同啊。我是希望你认同我的版本，站在人权角度上面。我们有一些比较保留的意见是。好，那我现在提一个就是比较重要，就是说检察官上诉的限制。我认为一二审无罪，检察官不应该无限制再去上诉了。这点本席的版本哈、是写得很清楚的哈、那而且对于侦查期限要设立期限，你不管搞破限制居住哈、还是羁押，你侦查四个月以后要赶快起诉。我相信我的版本里面跟你们的关系度比较高，对，各位的版本跟我们条件关系度比较多啊，对，我希望哈、这个我版本里面第六条、第七条、第八、第九。第十、十一、十一十五，这八条哈，因为今天是大会讨论，你好好看卖，你需要交后部交孙万仪哦，两个通力合作一下，把刑事诉讼法赶快送进来。至于法官法的部分，你们也要沟通。好、那我们在立院这么久，屡屡看到
法务部和司法院之间啊的一些台面下一些动作啊，这个太深化也不是很好了，没有是不可能的啊。那总讲呀，我希望你最后部尊重，差不多后部你是上届的主导者啦，灵魂人物，因为你很内行，你要把法务变成一个比较人前的，他符合部长的样态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委员。好，谢谢。